好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晚欢迎来到2021的 PCS 夏季联赛第四周第二天的赛，我主播汤明，我是平肉的。好的，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当然还是要跟各位同步一下，本赛事是由中国信托银行、中华电信、中华航空赞助播出。顺带提，最近市场上面讨论声量非常大的中国信托英雄联盟的信用卡与线上金融卡，一共12款的英雄联盟的授权卡片，供玩家来自行选择直接链上与通路呢，还有享10%最高的现金回馈，各位玩家可以自行来申办。那么大家也是特别感谢主办单位 Riot、凯尔行销以及 Garena 的赛事制作，在脸书官方粉丝团上面也有赛事资讯，大家可以来 follow 一下。那我们在昨天经历过了算是峰回路转的一天，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本周第二天的比赛，没错。那当然包含了峰回路转有很多种意思，除了赛事结果之外，当然也是还有包含了整个比赛时长的这个小小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大啊，没事，总是会过去的。对，就毕竟还是打出一个结果了，对不对？我们也是要等一下来回顾一下说，哎，昨天比赛完的一个结果长什么样子。哦，那在昨天的话，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点出来的，大概就是Liab 击败了 HKA。哎呦，我觉得大概这个是特别可以点出来的一场，还不错哎，第二胜到手了。原本想说，拿到第一胜已经是哇很辛苦，但没想到昨天的表现，我出奇的好，我那个菲欧拉跟鬼一样。我觉得是转线特别流畅这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以前的 Liab。不太会有这种画面发生，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现在在拿到了阵容之后会玩了。嗯哼，昨天的那个阵容的搭配，应该说他的衔接上面都衔接得很好，该什么时候哪一个人要站出来的时候都有做到，所以才把可能昨天状况比较不好的 HK 得打了下去。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目前为止的一个战绩表，目前的 PSG 塔龙是13场全胜，那 Boomi Sports 跟Mega Baby 啊 Gaming 目前的话是平的。都是9胜3败的成绩，但在上一次的交手当中的话 ，BYG 是有输给 Boomi Sports 一场，所以在后面的比赛的话，也期待就是后续这两支战队的发展。那接下来后面紧追在后的话是8胜4败的 Magi Sports 以及台北 J 战队，但是台北 J 战队目前的话是一个2连胜的一个姿态哦，就还算是在追赶当中吧。就是我觉得一样是老问题啦，打前段班的打不太过，要打后段班的就蛮轻松的，这样就始终突破不了。心魔，我那心魔很多哎、欸，不是正常来说一两个就不错了吗？他有三个，都是心魔。那我觉得他们的心魔是自己耶、欸，就始终突破不了那道墙。那我觉得现在 PCS 最有趣，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中段的这个对决。就是从 J 战队好像是一个分水岭，然后 J 战队以下的这些战队目前是一个大混战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度量衡嘛，没错。对，那在之下的可能就是在抢是剩下的3张门票了，而且在 Liab 2胜之后，我这个门票的竞争又更激烈。没错没错，这 Liab 在拿到2胜之后，确实是有往上探的本钱的。那这个排名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不过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在今日的赛程。第一把比赛的话是双龙会，有 Bajar Dragons 来对上的是 Hong Kong Attitude HKA。那第二把比赛会有 Boomi Sports 来对上 Liab。那目前的 Liab 算是看起来气势如虹的，就希望他们可以往上挑战，也期待他们的结果。那 HKA 今天有出战2把，第二把是打 Magi 哦。再来是下半场的比赛会有 BYG 来对上的是 Impunity， 那还有以及 Magi 对上 Alpha 的比赛，以及台北之战队对上 PSG 塔龙的对决。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天的赛程好像看起来悬念不大。但其实呢，不一定，不一定。第一把其实蛮难看 ，ID 决定谁赢的。然后到第六把，对，可能都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这个赛事结果。没错，那么下支 J Team， 哎呀，那是真的，只有两个字，可怕。最近我很明确的感觉到夏天来了。对，第一个是真的变得很热，然后第二个是哇，这个午后雷阵雨非常严重。哎呦，夏天的一个征兆，又有台风哇 ，J Team。哇，他这个什么遇水则发的 J Team？ 你知道那个风是什么吗？哦。这一听要开始逆风高飞，我以为在等东风，因为他们对上有个诸葛亮运筹帷幄，电竞卧龙，对，卧龙在那边，卧龙七星坛招东风，对不对？我看他是醒了啦，其他的哇，蜀中无大将，都是一些魏延啊，不是，都是一些魏延很强，是廖化，廖化对，廖化跟这些都是一个廖化，哇，那个很不稳定啊。等一下，最后一场我跟你好好聊一下谁是廖化。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第一场的对决，因为今天双龙会也是我今天算是少几场特别期待的对决，尤其是 HKA 在昨天输掉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
明显的问题。欸、是、欸。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Spajara Dragons 的上场阵列有阿智，然后阿拉西的打野，然后中部敏智下路 K2 打 Enzo。哦，其实这两队打起来我今天也蛮期待的，原因是这两队刚好都输给了 Leap。对。哦，一个在上周嘛，然后一个是在昨天，就很奇怪，对，哇，都是 Leap 的手下败将，没错，竟然还是要分出个高下，但始终是什么输给我们 Leap？ 哎 ，Leap 难道就是当年的这个什么巨人队？大家的期待之所望，没错。那现在呢 ，Bajaya，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阿智这位选手，嗯，就是我觉得每一队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明星级的选手，我觉得阿智就有点这种感觉，在必要的时候跳出来 carry， 啊，有事他扛吗？对，他肩膀就扛得很重，他有时候扛不住了就爆掉了这样。因为现在 Leap 他算是在夏季赛去做一个不止人员调整，连位置都调整。是，那这个调整感觉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算是成效吗？成效，因为感觉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怀疑的点就是，哎，恩硕换去辅助位，但感觉还是角色上那些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对，这个就比较是。不只是时间，然后这也是要看选手个人的造化，因为转路没这么容易。我们讲的跟化缘一样，要看一点运气的。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条龙啊 ，HKA 上路的 Rock 带来的空月，中路的 Bevan， 下路的话是 Eminem 跟 K。那 Bevan 重新回到中路的行列当中了。跟原本我还期待的是轰锁的后续看涨的表现，因为他其实。问题没有，我觉得就是菜，我讲的那个直接一点就是菜了一点，就是年轻，他就是新选手、啊，经验不够嘛。对，所以当时我还想说，哎、欸，是不是换了一个新选手来之后，有机会让他磨练一下？因为毕竟空月在队上呢，还是属于这个老大哥，嗯、就带一下这个中路嘛。因为本身打我也认为这个版本确实是打野的游戏，大家要去带动中路去玩这个游戏，但。现在空月似乎自己也遇到一点瓶颈。哎、欸，我觉得现在HK 他们就是以这个换人上面的策略，就是先就每个，因为他们光中路就有三个嘞，还有徐乃文嘛。对，他们再加上他们教练都快凑成一桌麻将，他们中路就可以打一桌麻将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又及时的找，我觉得以我的角度啊，比较像找 Bevan 回来救火、嗯，因为其实 Bevan 如果。说实在的，他真的那么好，他也不会被换下去。合理啊，对吧？合理嘛。那今天又把他再找回来，但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太好的，哎、欸，这个成效。而且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看 HK 的比赛，我觉得问题不一定是在中路、欸。对对，其实他们的问题不止在中路，就是、我觉得辅助位其实也看起来有点不稳。对，然后上路 Rock 有时候也会突然就是脑冲，没错，就他会突然冲上去打。因为我记得昨天有一波，他突然走到人家脸上，然后开始开打一波，嗯、那个也是。照我们正常的比赛节奏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对，所以我觉得 HK 现在整体要调整的东西是很多的。那当然，画面上面秀出的是两位下路射手的数据哦。虽然说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好看的？两边角色其实长得很像，但其实最主要应该还是在手杀参与比例的部分，因为很明显的发现，以 HK 来说的话，下路有让 MNH 去参与手杀的比例是极低的，比较起 Bajara 这边来说的话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其实空月的进攻目标，我觉得都是在上路啊。对，他这季就只打上，就是好像已经放弃其他路的感觉。对，但重点就是每次看到他们在执行可能塔杀的时候 ，HK 的失误率很高。嗯哼，他并不是说什么哦，我三加一、二加一一定能够稳稳的拿下，他甚至还会被换人头。没错没错。那相反的 ，NK 就是完全被牺牲掉，因为我之前也在主外上提过 ，HK 他现在就是一个三人体系，就是。60% 的 mating、感觉很像是一个队友。那再来双 C 这个比赛中很重要的关键输出的双 C， 好像跟其他人都是脱节的。嗯哼，对，那才导致现在 HK 现在可能要争这个季后赛的门票都有点辛苦。嗯，我觉得可能跟版本也有关系，就是输出位就下路射手位的比重，我觉得又比起之前 MSI 版本又来的低了不少。对。变得功能型的角色无法左右战局的，大家知道一爆你整全盘皆输，所以。中路带不起，就打野带不起中路的问题，我觉得 HK 可能现在势必得赶快去解决。但战绩面的话，他们其实还是领先 Bajaya 的啦。那边角上的话已经开始了，蓝方是 BJD， 红方是 HKA， 在边角上的话是雷兹瑟雷西跟关，右边的话是勒布朗、维尔哥跟柔一。我觉得两边都是针对边角去按、欸，是李星、赵信其实都开出来了。比较针对边角，这里有李信，阿拉西的李信很猛哎、欸，嗯，可以玩的不错，可以选李信。对，可是这里选一个李信会有个隐忧啦，就是跟李信好配的什么勒布朗跟雷兹都被按掉，没错。所以你可能要配比较好线杀的，就可能是匿名这种英雄、嗯，对，所以先拿个赵信也蛮合理的。
赵信现在在打野的体系上其实蛮万搭的，就是他有点霸道，可是他在下一个版本是会被削弱的，是哦，好像11.16会被削弱的。哦，来了吗 ？Rock 的鳄鱼跟空月的李信吗？我昨天听好像 JR 还是乌龙说空月的李信变很猛，他一直都很猛，是吗？这跟我去年的这个印象不太一样。要吹一下，哦，吹一下是不是？就是没有我现在是什么？我在铺陈，哦，我先在这边先贬低他，哦，对对，先压低一点，对，先压低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后面再用力的把他捧高。哇，他等一下打得好的时候，合理啊，我就是三个响头磕下去，合理，有没有合理啊，合理啊，合理啊。所以这里就拿个，就右边拿一个比较算是标准的阵容啊，来，法洛士，哎呦。好猛哦，哎呀，欸，这个双人线我已经看了至少500把，哎，是，然后就是这样拿。右边其实可以考虑玩那个伊泽瑞尔，就是自己玩自己。如果我建议啦，如果真的右边就喜欢打上的话，你就 AD 选一个西维尔就好了，你们就 AD 自己玩。哦，李信走线的吗？欸，李信走线哦，那真的假的？李信现在还有人要走线？李信走线，因为现在李信走线确实少了啦，哎，欸，很少，啊，很少。第一个是本身走线，其实呢，除非真的看过走线玩的比较好的，可能就是读硬币而已。是，对，但那是第一个他操作好，然后再加他的资源观念也比较好。哇，這個，中上的我觉得可能是要中上错，他们要打上中野啦，就是以这个阵容看打上中野嘛。然后 K 等下应该会选一支能够 跑线的，可能纳蒂鲁斯或者是牛吧。对，然后 AD 应该就是玩自己玩的，所以 Bajaya 这里就开始把能自己玩的 AD 全部按掉。那第二支感觉要分 EZ 的。哎，伊泽，但这样还是会开出一支西维尔啦，所以我觉得这支角色可能蛮符合像 HK 整体他想要的体系的，也还可以。看个结案了嘛，那接下来上路我想一想，卡米尔，按个卡玛，我不让对方凑一个卡玛造型也还可以。但现在上路还有卡米尔啊，但他不怕左边拿一个赛特。他这个赛特如果遇到李信那条线是没得打的，欸，是哦。Ben 的克利，那不就是啊？有 EZ 可以玩了吗？我不太懂 Ben 克利干嘛，欸，因为其实 Ben 克利他就是一只打线脚，他要配辅助打线，对，他要打线的，但右边就是要打上中野啊，他不就拿到伊泽了吗？为什么不 Ben 伊泽？就我也觉得为什么不 Ben 伊泽，因为 Ben 伊泽他变没东 ，MN 会变没东西拿。对，那 Ben 克利跟他前面的三选是完全不符合的，是对。那伊泽应该就是先拿下来，然后辅助可以再尝一下嘛。这里辅助的话就可以拿牛了，因为你牛就去跑嘛，打线打雷欧娜也还蛮舒服的。我觉得会是布朗，我觉得是布朗姆嘛，那这样不能跑哎，欸。我觉得这样就没有符合刚刚提到的那个點，就是要能够跑线。因为前面 K 其实选蛮多把布朗姆，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包含了左边比加亚这边全冲牌，还是瑞空 K 好像也蛮哦，瑞空好像也不错，玩过蛮多瑞空了。對對對，但我就选赛勒是有点劝退选牛的意味在啦，就是我让你至少可能不要亮牛，然后让我赛勒是完全打不死，处理不了。魔豆吗？哇，自信角哎，这是阿志在去年这个上一季 PCS 的 main 角。对对，要锁吗？我刚以为会是卡米尔啦，因为卡米尔打鳄鱼这个对局，我们也是看了很多，不知道是谁 counter 谁。知道哎，对，很难说，就是。技术线没有换过来分个高下的话很难讲，他已经换过了还是没有高下，哦，所以很奇怪。对，很奇怪，是要布朗姆吗？这个阵容好奇怪哦。啊，右边 HK 这个阵型我已经看了至少500把了，500把，哇，怎么真的是布朗姆？哎呀，都被我们猜中了，哇，这个阵型相对好猜啊。预测，那我把票投到 Bajaya， 我也投给 Bajaya。如果他选个牛，我可能会或者是什么瑞空纳蒂鲁斯能够跑线的就好了嘛。就是我要求的也不多，瑞尔也可以啊。我觉得魔豆这一选有点强。哎，魔豆这一选，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塞勒斯这一选，塞勒斯这一把其实蛮好发挥的，因为最关键还是打野位吧。打野位前面戴安娜看到的赵信是只能跑的，没错。对，然后 HK 很明显这个阵容他只能打上中野，下路绝对就是放生的。对对，因为但放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布朗姆的跑线一定比不过雷欧娜。嗯，那我觉得雷欧娜这边大可以就直接去跑线，然后去让他的上中野有个优势。那我觉得这一场好像赢起来好像蛮轻松。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等设计，就是有布朗姆的队伍有几率会有一等设计的，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可以看看 HK 是不是要考虑打一个一级。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上中野选这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对做什么我们常看到的下路换野区，因为你一换你就要打下了，你上路鳄鱼就变成自己玩。当然鳄鱼在
对线纯打魔豆的情况下是可以有点优势，但相反的你不能犯错。我们从上路绕进去怎么样？因为我们看过有一些战队是会从上路绕进去，然后五人绕进去，因为他们是红方啦。对，对，他们是红方，所以我才说会不会从上路这边绕进去打上路地图？其实不是没可能，是不是没可能？但重点就是你如果真的这样换的话，你就要在魔豆六等前，你一定要执行一到两次的塔杀、嗯，因为他六等后你带他那去，是完全 game 不到的，你会直接被拉进他的房间揍嘛，所以。这个风险性比较大，而且再来是对方的下路线选得这么凶、嗯、要是你今天换野区，好像刚刚汤米说到他们换到上半区的话，你的下路线是直接坐牢，你根本出不来。反正本来就要坐牢、哦就沒哦、你不是说了吗，本来就要堆在塔下、哦、慢慢丢啦，这玩起来不舒服嘛，就玩起来就很开局就知道自己要输血。对，而且六等在，而且他们的压力不是什么哦，二十分钟后会输，他们是在魔豆六等之后就开始不能做事情了，好难玩。就是所以交换下来就有点亏嘛。对对，所以看一下 HK 前面，我觉得一等套路可以啊，他们一等打起来还蛮猛的。对啊，我觉得说不定是这样。但在种种的情况下，我觉得都不太能换，你换上换下都会有一边会出大事、嗯。对对对，除非 Rock 今天就自己扛，然后 HK 他们换一个策略嘛，他们是转晚。下路为进攻点位，但这样又很奇怪，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选一个布朗姆，对，對你就会是什么瑞空或纳迪吧對對對，我觉得可能就会是纳迪，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后面这首布朗姆啦，就是他也是个无选的这个 last pick， 没错，没有让我惊艳的感觉。如果他选一个巴德，你就会觉得 哦，有料，要跑起来了，对对，那选一个布朗姆就是哦好哦好，就是、嗯、好。不意外，就59分啦，对，就没有、哦、还差一分，还差一分就及格了，就没有说特别好，但你要说特别糟吗？也还好，稳稳的嘛，可能我们 K 比较保守，哦、有没有？今天全部都带着这个征服者，还有这个一排很整齐。因为其实以两边的阵容啦，拖到后期，左边是基本上很稳的，是你没有人能处理后期的魔豆跟塞勒斯，没错，处理不掉。对，那这一把还是要看一下 HK 前面的节奏带的怎么样。哇，他们是正常开诶、欸，正常开，不感觉不太能，也不敢打，正常应该是说，嗯、好不设计一等团也没问题，哎、欸，没问题、啊。但是你正常开也下路也得输，哎、欸，这你这边要看空月他的刷野路线，如果他是往上刷，那下路就是坐牢。对对，那就看他能不能在上路配合，可能 Bevan 有没有一个推线优势，直接回家 TP 脚上去，然后抓一个三加一的塔杀嘛，就是我们常看到的画面应该是这样，没错没错，但。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那他们下路会过得蛮不舒服的。而且当雷欧娜开始跑的时候，李星也不用管了。哦，这里是先上线，对，帮开先上线，还把神圣守护的盾交在空月身上。还要翻开哦，这样你的下路是完全没线权呢。他连神圣守护都交掉了。但唯一可能，这就像汤米说的，他选布朗姆的好处就是我放生的情况下呢，他们还可以稍微玩一下，就不会赢。哎、欸，留点活路。对，有不会赢，对对，但呢，但是呢，输也不会输太多。哦、那我觉得这样蛮厉害的，就是乔伟教练他在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 BB 环节就已经想好我要放生下路，所以他选了布朗姆，然后空月才有这个刷野路径、哦。原来是这样，没错，他都已经计算好了。所以是一个，所以照你刚刚讲的话，请问一下，是一个59分的 BP 吗？哎。执行下来至少有80分哦，这个整体的执行面我觉得很完整哦，可以，很可以啊。他们知道这个阵型要怎么玩，对对对对，就是下路你该扛就扛好嘛，你没有线权也没关系嘛，这样还可以降低被那个被杀的风险的机会嘛。你塔杀至少布朗姆打印记有机会换嘛。对，哇，三等 gank 这么凶的吗？啊，李信只有两级而已，李信刚好上到三级，来看一下这一波往前练练到的是小兵，赵信长枪捅出来 ，Bevan 这边的话是被跟了一个 W， 但盾也直接走。还行，一个闪换闪，但这里是敏智好像有点可惜啊，练到冰了，练到冰了，练到冰了，而且他差一点才上三等，不然这个击杀有机会。但这里也像前面讲的，好，你中路已经没掉闪了，好，没线权了，那看空月要怎么去做。好，来喽，空月这边是想帮 Bevan 拿回一点优势，拍缓没缓到，这里挂了一个月牙也没中，哦，收个税，帮推帮推，什么收税、没有没有，学弟要交保护费啊。明天带3000块来拜码头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一我自己玩戴安娜，我也蛮喜欢这样子去蹭一下，因为戴安娜很吃上六等，没错。对，他在上六等之前 gank 能力是有点差，那偷一下这个颜值，对，帮帮一下嘛。但然后你看上路这边，阿智就是什么稳，哎呦，我的血量都是保持到最满，你也不肯塔杀我，你就算是鳄鱼也没用。你看我白条盾值全在，哎对。然后你看赵信在下半部，伊泽跟布朗姆完全不敢走出来，没错，哎，归在这个塔的附近。那
下河啊，这样子就影响。然后像刚讲的，恩硕开始跑线了，是。那当他开始跑线的时候，你的李欣连带的也会受到影响。他右边这边完全做不起来，因为你的大爷在上路啊，那做不了事啊。你一定往左边看。他们现在要等的就是等空月刷到六等嘛，至少要再回刷一整摊野怪。那六等之后看能不能做到一波 gank， 但这个 gank， 执行起来也没有到这么简单。第一个是上路的魔道，如果也上六等，你是抓不到的。然后下路线你配个布兰姆，本身主动进攻的能力，就是要看空月当下进场的位置怎么样。但左边的人闪现都还在，所以你也不好抓。哦，这两个上路靠来靠去的，我说真的，感觉打不出个结果。哎，打不出个结果，就一定要有这个第三方加入嘛。就当然画面上面会觉得什么哦 ，Rock 白换了一套血量啊什么的，只开一个盾补一下就全部回来了。没有啊，就这样嘛。哎呦，哇，哦，反刷哎，他把这个线稍微拉出来一点，然后让那个线可以卡在前面。哇，细节怪物，好猛哦。哦，难道传说中上路打线王要诞生了吗？细节怪物，哦，这个真的是蛮细节的。然后看一下空月嘛，他这边是刷了第二摊，他是九级开的，是，那就是再刷上来，但这波刷完还不会上六，没事，继续发育啊，继续发育吗 ？OK， 这个局我也看过很多，你会发现下路已经输了十七支兵了，啊，不怕啊，哦，不怕吗？不怕啦，十七支算什么？以前什么什么 C 什么 C 几个 C 几个 C 的，有怕过是不是？都稳稳的，对啊，有怕过吗？一个团就回来了，没错，输个十七支算什么呢？那是要，那你的队友要加点油，前面要 hold 得住啊，就夹住啊，就夹住，夹住，对对对，我觉得夹住才是最重要的，夹不住那松掉了就有点尴尬。这里来了，没闪，但五等打五等，先上了一个盾，鳄鱼有鳄鱼，但是感觉要被夹了，应该要挂了。好，鳄鱼往前 ，Rock 这边是闪现晕眩，划了两刀，但是空月这边血量被放的有点低啊，有雷欧娜往上闪现，但是被雷欧娜给收掉，旁边 Bevan 只是赶过来 ，Rock 是六级开了大绝，能够活下来吗？好像没办法，被敏智给收下了。Okay, 我是不是完美预测？就多一只雷欧娜。就爆了，不讲武德，不讲武德，大意了，没有闪，多一个人呐。因为你看，空月原本都想得好好的，我就闪现上去，然后不一定会死。哎，这边是把名字给踢回来 ，K 的跑线套了点燃 ，Q 一个吗 ？Bevan 闪 Q， 这个好像是一个 Q 闪，旁边又一个刘娜赶过来救驾。Bevan 这边能不能打死这个人头呢？是可以的。哎呦 ，Bevan 这个李欣，他这个 R 闪好果，哎，他是哦，他是盾，然后踢盾，对对对，好果断哦。而且他是先出降治疗，所以刚刚的那个弑君之道是没有办法把血量给拉回来。他这个降治疗就是他的打线要赢非常多。那这里阿拉西，我觉得他打的好像有点过分了，因为上路线阿芝应该跟他讲说鳄鱼已经不见了，那他在前面 gank 掉闪的情况下就不能去跟人家对打这波碰撞了。那后面还好，就是恩硕的跑线在下路有限权的情况下是先回家的嘛，他提早了大概十到十五秒出来，所以还是有拿到这两颗人头。而且他好狠哦，就是。那个赵信刚刚还是先看到了戴安娜之后往前走过去，先插了一根烟，被戴安娜白打两刀，才开始有反应。哦，说明他就是要把自己就是什么把对方吸引过来哦，因为雷欧娜来了，雷欧娜这边恩硕就来一个及时的call，没错，我会先到，我一定先到，你把他留住，对，没错，哇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 Jaya 的沟通，完全都在同条线上，这样子打下来，其实换下来，我觉得左边还是稍微赚一点的，是，对对对。而且这个魔豆是那个精英计划的造型，所以他等下开大，可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特效。他是那个精英计划大魔王，因为鳄鱼也有一个，哎、欸、是，哎、欸，那个也是少数限量的造型。啊，这个接下来没有戴安娜六等了吗？对，就看戴安娜吧，就看空月这边要怎么来一波大的。是的，但左边只有中路没有闪哦，所以能进攻的点位相对少一点。这里哇，偷吃不说哦，会被抓到吗？欸、这种偷吃很浮夸、欸，但是可能是因为下路推了吧，所以如果要吃的话，当然雷欧娜可以靠。这就是偷鸡偷的很浮夸那一种，你说最贪的那种、啊，最贪那种，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蓝 buff 区也没任何一根眼，对，就一根，但那根眼其实能看到的位置不多，因为看不到九级也看不到三郎，所以你更不知道戴安娜会不会来。是，但他偷掉了，那。很赚呢、啊，很赚呢、啊。赌博不就是这样子吗？赌了不赚，我干嘛赌？又是一个盾眼踢，踢到了戴安娜脸上，空月一吸，搭配着名字反身一手的偷戴安娜大绝，但人头最后还是进到了 Bevan 手中。这一把的中野联动 ，HK 做的还不错哦。Bevan 的李欣很猛哎、欸，他的这个操作很顺哎、欸。对，很知道李欣怎么跟戴安娜搭配哦、喔，这一套玩的挺好的。重点是在敏智还有位移这个一技能的短位移的情况下，他其实都是蛮顺利的，就直接把对方踢回来。嗯，现在感觉上有点，就是敏智这边有点不太好发力。哎、欸，我觉得敏智他自己打的有点，
不够小心啦。对，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嘛，整队就他没删，所以空月一定是以他为第一个进攻目标。没错，对，但他刚的位置感觉可能想说自己在自己塔下嘛，所以也没有想到对方会哇接着这么流畅，直接把他踹回去，有点嗜杀，太暴力了。他这个下路线是哇已经输30支兵嘞，开虐开虐。哦，多连锁出手，进化秒解。哦 ，M N 的反应还是很快，就没有大意啊，还是有把闪现给那个进化给交出来。在空月脚掉大之后，直接再控这个预制者，算是补偿一下刚刚小龙没小这个小龙拿到之后的一个空档时间吧，把这时间补起来。哇、哦，老喜这把其实就是他没有在拼 game， 因为其实以拼 game 的话，只有下路比较有机会，但他是以一个物件争夺为主，就顺顺的，这还不错。嗯，你是喜欢这种顺顺的刷野？就是2019这一team就是这种风格，就是先打好啊，打野刷一刷，有没有？这样子是可以有，不要要求太多，对吗？对不对？每个人的极限都是有的。那来看一下这一波，赵信捅上来 ，Rock 大绝开了，阿拉奇反身一挺长枪，但后面 Bven 赶过来支援。来看一下这一波，武将龙中了之后，是星月无双直接把人给化开，而且是一个阿拉奇的 R 闪，他是先化星月无双之后闪现逃跑。其实他好像他只要把Q 过来 ，B 本 R 掉不就好了吗？稳嘛，太保险。对，哇，就是稳中稳，这样蛮好的。年轻人就有这种心态，因为他很怕就是那个 B 本到时候修一波那种我們在看、哦、R 闪啊、不是什么那种什么抖音操作什么，就是什么踢过来的时候往下面盾眼，然后闪现再踢。哇，这么复杂？对，就北斗七星踢法。那你知道这个前提就是把阿志当木桩，你知道吗？你在做这多操作的时候，阿志不会把他拉进去打。不是啊，那你看当年对不对？那个叶师傅跟金三早在家里面互相切磋的时候，他的小弟有动吗？没有啊。不是啊，叶问身上有那个鸡毛掸子啊，谁敢跟他拼啊？哎呀，刚刚那一波就是比较保险一点，保险一点，可以不交，对对对，可以不交，没错。因为什么他要帮阿志扣住这个大绝，以防他等下被塔杀？合理啊，太贴心了。对，哇。他知道什么？志哥会 carry，、志哥 carry， 那我保一下志哥。哦，志哥的魔豆是真的强。对，而且志哥这一把可以看到为什么恩索不带虚弱，因为他相信空月飞进来的时候，志哥会把他拉进去打。哦，这个大绝是吸不到队友的。可以，原来是这样吗？但如果等下被吸到，那那就没办法。那恩索你知道带虚弱啊，因为志哥可能有时候罩不住啊，志哥有时候反应没这么快。哦，飞本的入野，哇，这李信当打野玩、欸。刷完线就跑野、啊，这里就可能继续再打中野吧，因为感觉这把名字中野好像比较好杀、欸，比较好抓。你上路真的不能去抓这个。戴安娜又来喽，又来喽，再一次吗？有这么简单吗？哎、欸，他好像是不是露出来了？有，好像被点出来、欸。不是，他刚头探出去啦，不知道有没有被看到。我看小地图的话是有蓝色的问号的、欸啊這個。我在想下一条龙 HK 能不能接，因为他现在优的点就在中地，但他下路输的真的有点多哎、欸，心痛。掉了炮车，但没关系。对于这个赛事来说，等一下团战的发挥可能还是他真正要的。他这把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他这把布朗姆大绝还不错，因为对方会自己进来。从后方的反蹲吗？稍微照一下下路，感觉想丢预示者。对，稍微照一下下路。这个下路点的太开心啦！马皮快掉了吗？没有啊，三层四层、啊。下，但这样子，这个就给钱而已、啊。哦。是蛮多的、欸，对，四成、欸。他把啊、哦，那是真的有点厉害了。四成这个是浮夸了，对，这么简单吗？哎呦，这一把这个法洛是很肥啊，很肥啊，这个 AD 完全。他第一剑还直接上水滴剑，他是完全没有压力在浓这个兵哎、欸。因为其实就像刚讲的嘛，就哎，搞到了，就是布朗姆你要配伊泽 gank 到，除非就是布朗姆要冲上去，还要打到那个印记，对，他有机会杀。对，那这边继续刷、哦、这个龙，上上下下。那个水位我看过，就是一波团会直接决定这场风向的这个经济量。哎、欸，就 HK 现在不能输任何一波大团，他只要有一波团输了就炸了。没错，因为那个 AD 的雪球会直接滚爆、欸。但是那个 AD 赢得有点多，就是在 K2 这边赢得有点多。这个龙感觉有机会刷吗？因为抓到了 Bajaya 刚在 AD 跟打野回家的瞬间，感觉眼上吃啊。但 Bajaya 这边是可以放的，因为他这边可以让阿志继续发育。反正现在他有第一条龙了嘛，压力也不在他身上。那就继续刷，我们先放，打得蛮稳的，是，不太给机会的打法。不过下路的劣势一直都在啊，就那个对线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等一下如果想要的话啦，松野一起跑一波吧，跑一波下。现在基本上 HK 的那个下路外塔是不太能守，第一个是
Vegeta 的中野已经不需要把任何的心力丢在上路线了，魔都让他自己玩。那一旦 HK 去执行2加1或3加1的夹上的话，下塔自然就会掉了。没错，所以现在的 Vegeta 的主动性是比较高的。我在想刚刚的 Vegeta 的 call 虽然说把愚者放在下路，会不会是因为想把这个塔压到底血？等一下如果有机会执行塔杀的时候，点掉的瞬间直接开。哎，也有可能，因为再来就是魔都就打第四点后。对，而且重点是 K2 的发育太好了，没有理由不养他。没错，你把他养大，右边是一个冲牌阵嘛，他们右边的开战其实是不稳定的。那在每一波会战开打前，让一个 poke 流的法洛是一直这样丢，这个配线是要塔直接给哎、欸，就是他们在抢回家的时间点，是在对方刚好一波兵进来的时候，那有点尴尬、欸。那我得说他们防得好、欸，因为他们知道，像汤米刚讲的，要被塔杀，对，直接放掉。哦，哎、我们换个方式，然后再转线抢到一个中线。哇 ，M 完全发育。因为等一下预示者要出了，他们优先转线，把上半部视野照亮。哇 ，K 老将价值哦，太神了。HK 已经比我们想的下一步了吗？没错，而且应该说这个是止血啦，这个标准止血止的好。没错。那这个预示者看他们能不能控嘛？但这个目前 AD 的对位装差有点多啊，一剑打。其实好像一剑打一剑半，哎，左边还多一个鞋子，所以、哦、那是真的有点、那个 poke 起来很猛。现在是让 M1 自己一个玩，哦，有进化，而且有胜烈，所以 poke 起来威力还不错。但布朗姆这把就没什么画面呢。嗯，确实是。角色让他不好发挥了。那这里视野就像刚讲的嘛，先照亮了，那预示者应该要主动去开了。对不然你已经我造成这样了，你还不开？开始浮野动，浮野联动的。对方的边线一直在发育哦、喔，尝试吗？因为这一波等于是全部人站在中路，但说真的，实质帮助比较小。帮、欸、忙推个线直接转了吧，但感觉本家这边想打哦、喔。来看一下，全部人都扣到了预示者区了。在这个窄口，其实 HK 像刚刚做的讲的，有预先做好大量的视野，就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利用 K2 装备的领先来打这个团。窄口被 K 给卡住了，这个窄口已经被 K 给堵住了，过不太去。这个是不是预示者没有争夺权了呢？要切中吗？还是要选择正面来接？魔豆来喽 ！Enzo 用脸看草丛，勾了一下 Bivan， 选择进场。润丝芒照下来，位置不是太好。K 反身敲了一个冰河裂隙的大绝 ，Enzo 扛了第一波的伤害。后面阿拉斯也进场 ，K 开启自己的怀表 ，Bivan 套了点燃，被套了点燃之后直接闪现过墙。Rock 吃了一个大绝，但是又被太阳神给留住，往回，但直接吸四个。后面阿兹是往前一个 Q 闪，但是反而是自己把自己留在墙壁的后面，没有位置可以打了。有点尴尬 ，HK 在这个团战角落里面是要了一波胜利的团。我、哦、这波 HK 打的拉打的很好，他打的不急不徐。哎，这样一个 TP 想走，走得掉吗？走得掉吗 ？W， 哎呀，走掉喽，有点可惜啊。Rock 就高歌离席，感觉反而是比较打的比较急耶，因为其实魔豆是一个人从左侧切进来嘛，然后雷欧娜是看到预者快掉的情况下就直接强开了，但 K2 刚。失误有点大，他的第一个破甲先是直接射空了，那伤害是直接形成了一个断档，然后再像刚讲的魔豆这边一定要把戴安娜给拉进去，但空位这里玩得很好，他在开大之后马上安技能不给对方有机会，然后后续就、啊、这个破甲剑射的真是有点歪耶，太歪了吧，然后后面就一直拉打拉打拉打。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 Vegeta 的团战站位一直被逼到一个蛮差的地方，其实是吸三个啦，因为。那个阿兹有大绝拉人，魔豆哇，魔豆竟然没有拉戴安娜，他现在是拉鳄鱼，对他是有拉人的，所以原本有可能被吸四个，但他最后是吸了三个。他一定要看戴安娜，因为只有他挡得住戴安娜进来。我在这边要更正一下，那我觉得这波K2 跟阿兹都没有玩得很好。如果他吸掉戴安娜的话，好像不会那么惨。他把戴安娜拉进去打，一定是在里面就把戴安娜敲死，没错。然后外面的人没有吃到那一波大的 AOE 的话，后不去的团都还可以再接，因为法洛斯的位置。踩得蛮好的，是没有受到对方的这个夹击的，是，所以这边感觉阿志要等一下要再冷静一点，还是要拉一下这个戴安娜，因为戴安娜自己冲进来的嘛，对，自己冲进来，而且他冲进来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拉嘛，对对，但刚空月我觉得玩得也很好，他惊人是秒按的，没错，对，不贪任何的伤害，拿到预示者了 ，HK 在大概17分钟左右的时候打了一波胜利的团战。嗯然后这里挺补的、啊、这一波，直接丢吗？但这样好像拆不掉、欸，直接丢，这样拆不掉、欸。抢节奏吗？想抢节奏吗？但抢完你要直接转龙。哎，多林走出来，空大，但是塔没爆啊。这里要转龙吗？
法洛斯已经少了一个大绝了，然后恩素的状态也不好，比较合理一点应该是刚刚水原玉子的时候直接往下靠那个龙，可是或许是因为阿志的淫威，一个爪爪进来一敲 ，Bevan 这边是大绝先交了，另外一边 K 是反正拆了个冰的裂隙，把阿拉西跟 Enzo 留在了前面，然后阿志是把 Bevan 应该是拉到了自己的立场里面，先觉得拉了一下位置往后打，但是此时大家进场一星三 ，K 2这边交了闪现之后，反正一个破两线伤害不太够，但名字这里的链子是无情锁链。搭配的是法洛斯现在装备的领先，收下了三个击杀，四个击杀，处理不掉对方的中上路。我这两只的续战能力太强了，虽然刚空月吸的大绝算是蛮漂亮，但伤害不太够。是 ，Bevan 是整个在开打之前呢就被阿志的魔豆给限制住了。哇，我刚看以为那个戴安娜进完场之后整个团 HK 要开虐了，结果。K2 一闪到右边就没有人摸得到他了。对，然后这就是阿志吧，不会倒哎，他站在那里，然后这个被动加这个峡谷之道就铁金刚啊，狂吸猛吸。这里 Bevan 在打之前就已经被打残了嘛，那两边的 TP 下来，其实空月也算是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侧切的路线进场，但相反的敏智也有吸到对方的两个人，这伤害。哦、他这个空月的是没有炸到的，他只有吸到，但他这个第二段伤害没有炸到的。哦，要更正一下，那个魔豆凯撒最后大绝不是吸 Bevan， 他是吸在戴安娜身上，他是等到戴安娜进来之后才吸他，然后把他挑掉了。对，然后魔豆这把要无敌了呀，然后法洛斯也是他的魔剑快叠好了。他是先潜行者之爪的，他是走全物穿的。现在比较少出潜行者之爪，因为之前有 nerf 过。没错，应该都是以暮色黑了，但可能这把他。想要去开战吧，感觉他的开战是蛮主动一点的。而且有一派的法洛斯，我看会出那个暗影战戟，嗯哼，就是给物穿、哦。第一件，他会第一件会出那个的，因为包含了我自己跟前职业选手有就 AD 位有稍微沟通过，就是抢视野面的法洛斯，在你有优势的时候，暗影战戟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件装备。你抢视野啊，你要抢河道战这些东西，暗影战戟蛮好用的。哇，那这样要看一下 HK 要怎么打、欸，因为现在如果真的去碰一个5 v 5啦，就只能看戴安娜，其他人都现阶段都是不够打的。是啊，这两根岩石，团战一不小心，确认再确认啊。哦，安全对不对？安全啊，因为有一根插的比较靠墙嘛。这个就跟那个啊，你每次在登录账号出现错误的时候，都有安全性登录有没有？请点出脚踏车，然后都给你六张照片，六张照片永远都点不到。然后那个看起来也不像是脚踏车。好，来看一下这里想蹲敏智哦，但敏智的意识还是敏智好歹也打了第二年，没错，怎么可能会犯这种小失误？对面这些老狐狸的蹲法我都已经看过了，是，但是法洛斯的装备领先，我觉得要小心了 ，HK 要小心法洛斯了。现在法洛斯在至少，我觉得这个装的领先至少在25分钟前。你可以看到法洛斯旁边，哎呦，想闪直接开。黑路直接被敲飞，这个玩脱了。哎，真的，我才刚要讲，他可以这样玩哦、喔，反正是不是？他没有闪现，没有他治愈焦了，然后旁边没队友啊，然后站人家脸上啊，一个凶三个啊。我、哦、这个 K 看不下去了，我直接教育你啊，直接教育你。哎，这波要塔莎吗？鳄鱼跟 K 从旁边绕出来，好像有机会哦、喔。魔豆有 TP， 好 Rock 绕出来开了大绝，用压的，然后用自己的肉身来压塔。对方大喊一声亚达就不要就走了，这个他吊的有点不应该啦，对不对啊？这边这个 K2 不该死，他不、就是、他不能、他不能这样皮哦，他不能这样死哦。对，你可以死，但你要死的有价值啊。哦啊，那刚刚这个是白死一波，白死啊，就是白给一波。对，嗯，真的不能这样凶哎、欸，想赢不能这样凶哎、欸。你没有闪在那，至少你旁边有保镖嘛，你这个有个雷欧娜保你也可以。没有保镖在那边装的自己很猛一样，哦，马上被教育。那也没办法、啊，他需要一个什么 security guard 哦、oh ，那可能他现在可能是 student， 对是，但是呢，等一下就变 security guard， 但可能打出自信了吧？对，对线前面两个人都没有处罚到他，没错，打出一点自信，其实这个也算是，我觉得算合理啦，就是说，哎、欸，我一个压两个，哦、oh ，很帅哦，很帅，在麦圈里面很猛哦，对对对，哎、欸，我可以，我一个压两个，我压了，你们回家，你们回家。结果被开了，然后刚被稍微说，布拉姆没闪了，布拉姆，布拉姆闪焦了，布拉姆闪焦了。等下我们开布拉姆，对啊，因为现在什么 K2 的闪好了，大绝也好了，准备要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合理啊，对，下一波就有机会了嘛。所以是有可能是一个设局吗？没错，哦，
这个转手围攻，一道、阿拉奇这边的话是被盾岩的李信给踢回来，踢到空野脸前面，但是反身一柄长枪把冰粉给嘟起，后面亮了 TPK 往前用毕业守护先守了一下，哇哟！这一波来看一下后续的进场 ，Enzo 是太阳神殿进来，阿兹在这边是用一个 Q 闪的方式，直接选择刮一整排，先收掉一个 K， 阿兹再往前继续锤，锤了一个空月，开启一个惊人，利用自己的被动继续烧，但是法洛斯伤害真的太高，哇，这里是让 K2 拿了一个 double， 准备瞄准最后一个 MNA 还在这里继续拉打，有个 Q， 然后用闪现避躲了一下这个破甲尖，哇，有点烂茶，连空两个 E2 啊，没事没事。这一波团打赢了 Bajaya， 10-10，感觉右边他们的中野伤害都 all in 在了阿拉奇身上啊，但 对方就交一个大绝，然后把这个战场拉切割的非常非常的开，重点是后面 TP 下来的阿兹的位置太完美了，这个赵信他其实就是来死的，所以 all in 在他身上其实 CP 值很低，然后空月这波戴安娜其实他的大绝啦是被对方就是完美的避掉了，哇，直接避开来，你看就是这一波闪、K2 就是因为有这个闪才没死。然后你看魔豆先抓一个没闪的 K， 哇哇，然后后面就站在那边一直吸就赢了，对，太简单了这个团。然后后面没追到就算了，就算了，就算了。哎，如果有追到的话，应该是可以再把这个视野再布得更好一点啦，因为刚打完之后是直接回家，所以现在龙雀视野还是 HK 这边的。有追到的话，那个龙应该是 Bajaya 的。对，所以感觉 Bajaya 还是可以打。等一下魔豆大吧，魔豆现在大魔王啊，没有人打得赢他。是。对，然后塞勒斯的发育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边应该我 EZ 的魔觉得不够咯，这里应该让 Bevan 直接换塔了吧，这个龙要在手我觉得有点硬要了，但对方听牌啦，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压力太大了呢，但视野被排出去了，都被排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边再不吃龙上路二塔要掉啦，哎，对，他们这边好像要不要直接去吃龙？不是，这中路压兵线干嘛呢？直接吃龙啦！他们的反应也怪怪的。这里的 HK 好像选择是要压中路，然后上路塔已经开始推了，结果 Bajaya 似乎慢了三拍以上，他们才开始这个吃这个龙量 TP K2， 没有任何招式被吸了一下，反正直接被秒掉。然后 Bevan 这边 TP 进来踹了一下龙，龙也没吃掉。然后阿兹直接进场，润生芒照下来，阿兹一个打四个。这里是先打 Bevan，但是后面的名字已经被 MNA 给秒掉了，还在敲，又是一棒，哦、哎呦，阿志这一根铁棒实在是有点痛啊！哇，原来是钢棍阿志，哎呦，来看一下，钢棍再一棒，钢棍智师傅被打晕，开了一个惊人，起来之后完啦，结果变成那个啦，黄金刮刮包啦。不是啊，那个 K2 玩的跟四郎一样啊，他怎么又死啦？哎，那连那个什么青椒炒肉丝都炒不好，都炒不好，哎，啊。完了，这个钢棍蟹师傅炒青菜都炒不好，怎么打、啊？这个也黄金开口笑都赢不了了。哇，对面是什么海鲜四神八宝包子？哇，你看那个戴安娜头发是白的，哇哇，原来是这个传人。传人哇，诸葛亮果然传承下来，传承下来的包子。哎呀，哎呦。太可怕了！看看这个团，你看那个团其实 K2 位置，这 K2 没有理由在这啊，他又这样子轻易的被他这波其实基本上完全没打到输出，又直接死掉了。然后后面就是靠阿兹一个人在撑，但 HK 他们这边的拉打也拉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Frank 这边是盯着敏智跟他去做了一个硬换，那 后面阿兹一个，哇，有点撑不住啦。哦，难道这把比赛？是钢棍智师傅对这个面点王罗根的比赛吗？打不赢啊！看来黑暗，看来这个罗根面点王的传说是有点强啊。这里 K2 可能要被盖一个什么难看印啊，有点丑啊，怎么连死两波？站位站不好，站位站不好啊，这个死到老，这么肥，然后没玩到，自己应该也会觉得很可惜啊。对啊。27.5分，哦，在这个时间点，经济是 HK 这边赢2000，很不错的经济优势。但 Mland 这波已经是把水晶弯刀拿出来了，哦，这个是已经准备要追平的，这里已经是追平了，就是依着这个装备，而且他很稳诶，他有进化再出一个水晶弯刀，哇，解控啊，以防被魔豆拉进去打，他很会解控啊，对，他有两个解控啊，这个都学好了，这个职业我知道啊，对对，这个嘛远程的嘛会解控，哎，我看过，我看过。哎，可以可以，这边是先敏智先偷了戴安娜的大绝，可以利用 E2 进去再吸哦。那就看一下这波 HK 的进 B 是从中转下，视野全丢，打一个，哎呦 K2 被踢到完了，交个闪现还是被踹了一下，玩这个破甲剑，但是 K2 是利用自己的前期的直爪做短位移，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尾段 MNA 这里就秘术射击直接射掉了。
但空月这边的进场被赵信反身给打死，阿紫也赶过来。哦，必须要讲哎，这个 M9 的伊泽瑞玩的真好哎，他是这个忍辱负重，对，到后面还是站了出来。那 Bieber 感觉这边有点急啊，因为其实这个四一分推 Bajaj 是挡不住，他没有理由，他 Q 到就冲上去想要建功，没错啊，我就是什么 HK 第一的这个首发中路，啊，他踹了出去，哎呀，哇，那不好说了，那真不好说啊，你手上装一个打蛋器还想拿胜利啊？原来是锦毛虎哦，这个，因为他这一波死很尴尬，因为等于说你这波巴龙就停住了，对，你就不能再压了嘛。然后，其实刚中路跟下路的二塔都差一点就掉了，因为这一波我觉得可以不打啦，就是可能是因为真的踢到 K 2的啊，他双招都不在，所以想马上把他秒掉吧。但我觉得后续可能是因为少算了那个潜行者之爪的短位移，是，然后还有可能。这一波就是 K2 旁边就有人了嘛，没错，人家有兄弟了，哦，怎么还这样子？觉得对方会每一波都笨笨的一个人，这里的眼会不会成为伏笔呢？就看一下 Rock 跟 Bevan 其实是有 TP 的啊，这边 TP 快转好，但现眼可能要扫一下，感觉现在有点难打起来，应该还是要等龙啊，四分半不太好发生什么会战，但龙的数量其实也是可以放的，所以。等下就是都是第三条龙嘛，所以等下就是拼赢团就好了，团现在比较重要。他，啊，如果位置没塞好，就一定会让啊，欸，就啊放拉，反正第三条。因为刚刚那一条龙，不知道他打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有点太遵照这个吃龙的 SOP， 一定要先带中线，是，这打得太自私了。哦，但是阿拉西用脸看，旁边有一个志哥往前，哦，一根钢棍往前想打，这样是对的吗？赵信这边的星月无双先化了，但直接吃了一发 Q 就半条。啊，日轮身亡照下来，是由 Rock 单人吃。完了，这边的关键技能全交了，多连锁也没了，那这边真的龙要给了。他们这里是空一堆，扯切 ，Bevan 踢进来，被永双给定住 ，K 直接来到了塔下，拍了一个冰的裂线，大绝直接被反射被射死。只是 Rock 开了大绝顶在前面，阿兹一个爪子没爪到东西，另外被戴安娜想进场，李信反射一踹，阿兹在闪现往前，拉大绝是吸了一个谁？吸了一个空月，空月只能 all in 在阿兹身上，但是起来惊人之后就要被阿兹一阵暴打。这个钢棍太猛了，另外一边 K2 跟 M9 的对决还没有结束，又是一发。但另外一边 Bevan 踢进来，K2 做一个腐败剑雨是有换掉李行。这个最后换掉 Bevan 是还可以接受的。这大混战呢，李行先冲进去送了一波之后，后面是靠着又是靠了 NNN。哎，他现在战绩807耶。就死不了，死不了哎。他进化也没交。哇，他继承了这个前队友 Unify 的遗志吗？Unify 还没倒，所以就是意志，意志。我就是用脸看有点多了。不是这里捅进去更夸张，他捅一个布朗姆，然后逼迫自己要交星月无双嘛，然后拉开，然后恩硕这里也很夸张，他带一个鳄鱼，这么多人可以给他带，他偏偏要带一个鳄鱼，然后这边哦好没招了嘛，打不赢好先拉一下。多连锁也空了，对，多连锁也空了。然后 HK 李信这边还要踹进去，哦，然后结果没有他，我觉得他啊这个又少算了，啊又少算了，他又少算了那个永寒之霜。对，然后这里被换掉一只嘛，那本家只觉得这边应该要赢了，因为阿兹进来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对，但阿兹这边比较可惜的是他在这个房间里跟空月待的稍微久一点，就被 ANA 在外面秀起来了 ，ANA 在旁边一直射一直射。没有人抓，啊，没有人抓，抓不到他，就是，这也是可能 NN 他出水星弯刀的一个优势啦，就是阿兹是不能针对他进攻，然后这边很秀哎，欸，各种躲哎，欸。我觉得其实 NN 一直都算是一个蛮优秀的射手选手，只是大部分的时间点可能跟版本也有关，就大部分时间点 HK 都不太会投资在他身上。我觉得就是他可能相对来说要一些保护跟吃一些资源吧，就是这方面好像比较可惜啊。这个龙感觉 HK。你觉得哪哎，欸？他这把真的是自己玩到变八零七，他很像单排，然后遇到其他四个人是四排，就很努力，你知道吗？来看一下这一条龙进入 HK 的手中，而这是八龙其实也在哦，第三条龙到手喽。我 NN 这一把他刚我看他补了，他刚那波团打完星，他再补一个冰心，对，还有一个小耳语，是几乎满装了啦，其实，但打到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差不多，对，戴安娜这里也出了一个头带，所以。这边阿兹也不能针对他了，哦，这个很像是以前的那个以前的马尔扎哈，嗯，就是推销员，欸，你要不要买个头带？哎呦，欸，这个我们是设计系的学生，头带头带又大又舒服。欸，我们是设计系的学生，可以帮我们加油一下吗？对，那这个头带150，我还真的买过，我也买过，买了，但我买了一把尺，我买的是徽章跟爱心笔。
哎呀，现在阿志就拿着他那根铁棍问说有没有人给我大考虑一下嘛、哎呀，结果右边都说不要、啊，右边比较这个比较省一点，比较省一点、哎、都不要。哎呀，这龙敢直接开吗？开了药团吧，开了药团战其实可以啊。其实现在 HK 不急啦，因为他现在已经听牌了嘛。然后让李星继续带吗？他可以等龙魂啊，而且他现在两个 TP 都在，他可以打一三一。哦，选项多、哦，但是这个墙隔墙危险。我们也被留住，热什么照上来，敏智的链子也链上来，没有人在理 M&M， 没有人理 M&M 啊！哦，但这个星月无双的位置还不错哦。是空月这里先被秒掉了，这里直接吃八龙了吧 ？M&M 是奥数月先往后拉了一下位置，旁边有两个 security guard， 吃八龙，对方打也倒了，吃八龙吗？但是李星还在，有没有办法拼斩杀呢？拉了一个精准弹幕刷，刷到了一手 K2， 一个普塔剑射下去，伤害普通。另外一边来看一下 Bevan 的位置，吃的有点慢呐、啊，但是感觉要被 M&M 给射爆了。Bevan 的位置不错 ，Bevan 可以踢吗？来看一下 ，Bevan 已经绕到了后面，八龙剩下四千点的血量。哎、欸，这个要打要快，来看一下，又是一个多连锁出手，八龙准备进入蓝方的手中，已经拿到了李星一踹，踹了一手 K2， 但没有伤害。另外一边鳄鱼转进来，砍了一手灵姐战锤，但是阿志这一波伤害量很高，往前明智这边一技能的锁链没有命中，伊泽瑞尔的奥数先往前跳，反而是自己才有拉打的空间，这个神仙直接走。这一波的 HKA 虽然说团长好像没赢，但是后续的拉打做的是挺到位的。另外一边往上 ，Bevan 这边想走，包括结果炸了一下回到队友身边没倒。哎，但巴龙还是到手了。这波 HKK 打很奇怪，因为在没有打野的情况下，你巴龙。金子弹幕刷、哦、刷死一个 K2， 懒了吗？懒了，再一个懒的，也懒了，再抓到完了，哎、全队懒呐、啊。可以继续懒。哇，要不要改叫懒队啊？这波不行啊。难道他们不加的那条龙是卧龙、哦？因为都躺着，都躺着，完蛋了！不是这个，我觉得纪律性上可能有点缺。对，就是稳稳的回家，因为其实可以看到 HK 的眼都已经做好了。对对对，就是你要也是一拳站着，不会是 AD 站河道，然后什么辅助跟其他人一起回什么的，那个就很奇怪。对，这个有机会。哇，好亏啊！这波啊，这波好亏哦。而且这个巴龙也没，就跟刚刚 HK 拿有点像，就做不到事。其实这里 HK 打的就有点怪，你要打就早点打，因为你也不可能抢到巴龙，那个巴龙还是掉了。那最后想要去拼这个团嘛，是一个四打五的团。因为这边其实非常努力，他很秀哎、欸，他很秀哎、欸。这边其实被塞勒斯偷到戴安娜的大绝，哇，他这个闪，伪闪，对。然后这边还没有死，一直丢一直丢。那个冰心看起来是蛮坦的，哎、欸、是。然后后续这边好像是阿拉西救走了李星的样子、欸，他自己去打那个球果，那李星就飞走了。对，然后后面哇站着眼，他们想说哇把这只眼应该安全了吧？啊，结果里面另外一边还有一根眼呐、啊，然后左边的草也有一根眼呐、啊，全部被看光光啊！这个还真的草从外回家，哎、欸，而且这根眼是被看到的，对，这个是蓝视频眼，哇连猜眼都懒啊，纪律性差了一点，哎、是就是想法打法上没什么大问题，而且右边一直有最后是换了一个装，他是把胜利换成三项之力啊，要点人的、啊，还点了。又是一个破甲剑，伤害还不错哦。多利出来没中，啊、没事没事。这个空了，等一下。恩硕绕背吗？想打吗？阿拉西这边的血量有点低哦。但是要被打落边哦。Bevan 要开的话、哦，这里的恩硕是绕背，结果反而被留在了后头。鳄鱼的 G 这边是 GA 被打掉了，一个冰裂蟹大绝。但是此时的 M&M 已经射倒了雷欧娜。来看一下阿拉西这边状态不是很好，阿兹也是直接往前。戴安娜大姐只有吸一个敏智而已，现在已经是两个金人同时开启，后面是反身再吸了一下。但是吸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一个阿闪直接把 K2 给踢出来，前者之爪想反点空月，又是一个魔斗凯撒的爪爪直接抓掉了这个李星、哦。那好像有机会一波哎，五十秒有巴龙 AD 还活着，巴龙 buff 好像没了耶。哎、欸、对，哦没了没了，但这里魔斗拆蛮快的哦，还有纳什之牙有机会活，好快哦。很快很快，而且最快复活的是25秒的布朗姆，所以好像有机会。这一波只要 AD 活着，虽然他不是攻速流的，但伤害量够，难道要一波了吗？哦、一波嘞，不但魔斗很快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37分50秒，踏上了主堡双塔前，还有20秒啊，应该结束了。哦，魔斗凯撒有纳什，攻速很快，敲阿智钢棍智师傅，哇，在这个时间点才出攻，难道逆风高飞战胜了面点王，拿下了这场比赛？哇，果然。虽然那时候是平手，但面点王跑了，实质上是赢的。哎、欸，实质上是赢了，对，因为你如果不平手的话，后面没得比了，后面不用看了。因为刚刚 Enzo 那个绕背，其实我觉得挺
挺脱节的。哎、欸，我觉得刚刚是 HK 一个失误。其实通常这种绕背是极具风险，你可以直接转头转打、你不管打布朗姆，或者你直接正面打那四个人都可以。但刚刚那波团，如果大家有回放，非常非常诡异，全部人看到雷欧娜，至少有三个人看到雷欧娜是打雷欧娜，但 Rock 自己冲上去了。所以 Rock 在这一波团基本上一开始就是白给的。那你 HK 出现沟通问题吗？你打的人是不一致的。就是回头打雷欧娜不就好了吗？全部往后拉打雷欧娜。那或者是你全部打正面四个人也可以吗？因为会变成雷欧娜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跑，但这里用一个雷欧娜去换掉一个鳄鱼的 GA 还很赚。后面是在拉打上，敏智他打得非常非常冷静，他后面是一个漂亮的一大二还三吧，然后搭配 K2 的伤害把人都收光。他是 R 闪欸，他是三个欸，三到四个。哇，然后 K2 这个。就真的是插在那个潜行者之中，而且他的大绝又好了，好猛！就是他一个团射了两次大绝，空了也没关系。他空了第一个，反正我有第二个。哇，这么久的会战，难道又是梦回当时的这个大南阵容？哦，有魔豆，哎呀！但那个大南阵，我觉得大南阵的拉扯，其实建立在两边的经济跟状态都持平、哦。他们刚刚其实就差不多在打两千块而已，所以其实不算太多。我觉得 HK 的处理就有一些判断，感觉可以再更好。嗯，对对，就是最后一波啦。我觉得最后一波尤其严重，因为 B 本也在绕了嘛，所以你打正面四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你关键的输出都已经买了水银，所以最后我记得魔豆大绝是抓一个布朗姆，这样的情况下，整体来看 HK 他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存在的。对，那比较可惜后面是打输了一波团，然后被直接一波倒。我觉得晨曦肉的刚刚讲的就是团战选择，我觉得这一把比较奇怪一点，因为确实。就包含了我们自己，如果各位自己在看一些比赛或练习的时候，自己在团练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就你一定要挑弱边打的，那进退一定要一样的嘛。那刚刚那波团像是鳄鱼说，哦，我去扛前排，我用 GA 去卖，那回头再收刘娜，但其实刘娜是控制已经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上面 HK 似乎出现点沟通上的问题，包含了那等于是如果你要正面去接团，刘娜你也不理，那 Bivin 干嘛绕？对，就是会变得很奇怪说，哦，你 Bivin 你在绕了嘛？那绕的功用应该说，我要把 K2 踢出来，但就后面被。敏智的那个戴安娜大绝吸到太多人，甚至你在伊泽已经，我不知道刚进化闪现怎么样，你再有个水星刀，所以你也不怕这个雷欧娜对你做什么，所以感觉最后一波打的是有点混乱了。但其实整把节奏看下来，其实两边的团打起来都是比较没有什么纪律性的，就会突然就碰撞起来，然后物件掉的也都是相对简单一点。那拼团的过程中呢，还是比较这个阵型啦，有。魔豆跟塞勒斯这两支在后期团非常非常厉害的英雄，在后面是拿了下来。魔豆等于是后期一定废你一个 carry 位，所以等于你一定要花一个格子，像戴安娜甚至也去买了头带嘛。对，买了头带嘛，然后伊泽也卡了一个水晶刀，对，他一定得出。水晶刀这件装备其实整体摆在伊泽身上是很不搭的。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塞勒斯他的续战能力也会让HK 这边阵容打得很难受，那反而。到后面啦，如果以角色的操作难度来说，不加的相对都简单，因为你底薪本来就很难在后面去，除非你真的可以直接踹到后排，但那个有点难。然后可能鳄鱼在刚刚的时间点也失去了他的算是全盛时期的功能性，那唯一能靠的就是医者嘛，所以我医者拿四万六啊，其实法洛斯也射了蛮多，四万四，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吧，就是诚如你刚刚所说，理薪很难踢，因为法洛斯也出了前行者之作，所以当理薪的位置暴露出来之后，他只要一直看着李欣的位置，有机会放得出全新的之爪，做一小段的位移，李欣的角度都很难踢。对。那这把比赛的话，确实在中间25分钟之前都有峰回路转的情况。那最后的小龙数的话，其实2-3 ，HK 这边是差一条龙。其实这把比赛两边的预示者释放以及这个小龙的争夺纪律性，我觉得都还有待加强的。没错。但以团战内容来说的话，确实像你讲的，就是 Bajar 的阵型是只要两个大男一直往前走。然后看到谁把谁铲掉就好了，那这把比赛就收入到了 Bajar 的手。Bajar 就是只要打就乖乖的打正面就好了。没错，对，因为后面就包括像汤米说的，就是法洛斯至少在面对李欣的情况下，他自己玩，甚至你魔豆稍微回头看一下，李欣没出水银嘛，对，他把他拉进去打也可以。是，所以整体发挥上 Bajar 的团战阵型是比较好发挥。哦，这把的单场的制胜关键 MVP 交到的是阿智身上，5-2-11的魔豆凯撒啊，看阿智这个姿势。这个手就是这个魔豆凯撒捞人的时候那个手，没错，魔爪、阿智的魔爪已经伸到 HK 的身上了。这样子他们好像战绩都是4胜、欸，没错，对，持平喽。但是也是因为这一胜啊，让 Bajar 又往前挺进了一步。对，就是阿智拿到自己的main角是真的蛮稳的，而且我觉得
以前期的营运策略来看 ，Bajaya 是比较在做对的事情，就是他知道阿志在六人后可以自己玩，所以他去打下这个算是要件也是有做到。那相反的 HK 就，如果硬要讲他整场比赛比较有亮点就是中野，但你会发现上下路线好像就是各玩各的。尽管 NN 他这把打的再出色，他其实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在玩。没错没错。对，然后布朗姆也没有跑到线，然后对线上也没有赢，所以感觉 HK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散。对，那当然我觉得 HK 现在的问题比较严重一点，原因是今天第一把是他们在今天相对来说，因为他们下一把打马吉，我记得没错的话打马吉。第三场。那变成是他们这把其实相对于下一场来说的话，这场还比较有机会拿下来，因为马吉现在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手感火热的一个状态。那对于 HK 来说，今天连打两把确实是挺吃力的。不过当然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恭喜的是 Bajaya Dragons 拿下比赛的胜利，把这些战绩又往前挺进一步。休息一下，回来呢就下一把比赛喽。